我昨天第一时间还真的没有看到哈，这就是一个意外的插曲。昨天是我们选区，我的选区的重要的宗教盛事哈。那我们互加 LINE 之后呢，哦，然后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加成功嘛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意外的插曲。我昨天有发个讯息给对方啦齁，因为昨天是我的选区的这个宗教盛事，那因为看起来他一个大家都要多补充水分，身体要健康。